跟你按喇叭，人家不让人，外国人很大。外国人很大，太安全。外国人很大吗？可以人家比吗？安全第一。我们你为什么这么不礼貌？一辆小货车与普通机车在同车道因超车按喇叭发生口角，小货车驾驶于争执过程持球棒示威。远警到场，将双方带回厘清案情。调查结果，持球棒张姓男子涉嫌妨碍自由，并查扣球棒。另外，外籍男子有公然侮辱行为，全案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报警！报警！快点报警！改变命运，卖那么快！报警啊！拍不到车牌、欸，我全程拍完了，这是证据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我要给警察吗？是这样？哦，我第一次看到、欸，哎，好扯哦，往这里跑，这里跑。